随口说大马，大家好啊！出事儿了，出大事儿了！我们家兔子被人……早晨我起床的时候，就发现这兔子就靠在这个墙角，蔫头耷脑的，就好像没有力气似的，就趴在那儿一动不动。而且我看它那身体状况也不对，就身子拉得很长，而且很消瘦的样子。我说坏了，我说兔子生病了。那您该问了，说这就是生病了，跟这有什么关系啊？孩子都有了，小兔子都有了。我这喂鸟，我喂鸟的时候就发现这个鸟笼子底下有东西在咕噜，我就赶紧我就蹲下一看，四只小兔子呀，真是一点征兆都没有啊！前天我们家老二一直拿那个 iPad 拍那个兔子。就也没有看出那个兔子肚子大来。昨天那个猫抓着一只老鼠，在这儿，就在这儿，在那个弄那只老鼠。这个 Snowball 就这个小兔子在看热闹，在边上看热闹。我也没看出这兔子肚子大来，就你天天都能看到这只兔子，就没觉得它肚子大。哎，四只。而且最关键的是什么啊？这四只兔子没有一只是白的。你要知道我们家这兔子是白的呀。早晨我老婆起来，她说："这个谁干的你看他已经缓过来了，他就是在吃草，不停地吃草。对，你给他点胡萝卜，他吃饱了才有力气去喂奶。太神奇了啊！你说这个是怎么回事儿了？他吃胡萝卜了吗？嗯，就吃点胡萝卜吧。早晨我喂了他一些那个饲料。昨天莱蒙抓到一只老鼠的时候，Snowball 还在看热闹，那个时候还没有生小兔子。你就都放在地上吧，让它吃吧。对，莱蒙，那是小兔子啊，你那不是老鼠啊，你别把小兔子当老鼠给钓出来。它不会进去。对，它应该它也进不去那个缝儿。我给我的朋友2个，我给诺诺一个，跟我的同学一个，所以我们还有2个。咱不要那么多，咱们都给它处理掉。那个谁，哈娜说他们家那兔子是花的，所以就是他们家兔子干的。那破案了，一会儿我要去抓凶手。你看，应该是四只，没有一只白的，黄色的，还有带黑毛的。有一个白色跟黑色的，白色就没有纯白的。我们现在去破案，去找凶手，找犯罪嫌疑人。带着警犬，闻着味儿，Lucky，闻，看看凶手在哪儿。我的那个后墙后边就是我一个美国邻居家，我这个墙挨着两户嘛，这户以前是一个培训班一类的，应该是搬走了，然后隔壁这户就是我美国邻居家，他们回美国了，然后你看我们这边治安多好，就是一根绳儿啊，随便开，治安就是这么好。因为这个，我就在后面嘛，他们家有什么动静，我也能听到。不在。嗯？没有。不在啊？看不着。进去，来，小心啊！我想进去，我进去。啊、来，我抱你啊！你看到老鼠了？老鼠不会咬兔子的，先找兔子，看他那兔子还在不在。
啊，他关着呢。没有。那这个那，我去，他就是凶手，他就是犯罪嫌疑人。哪天给他弄回去，来个滴血认亲，是跟咱家小兔子长得一样哈。哎，你别给他放出来了，别给他放出来了。什么意思？别给他放出来？你是来就是给他放出来是吗？对啊。哦。哦，你每天来帮他放出来。嗯。我看看这后墙那个洞，跟咱家连着吗？洞不是洞来的，是从那个前面跑出来的。小宝宝。这个乌龟啊，走吧走吧，来来来来，恭喜你啊，你当爹了，回头哪天带你过去看看你孩子去。我想一个小宝宝。嗯，我想留一个小宝宝。哇，咱家一看这个墙这么高，这边这么低，留一个留一个，这个长得多难看啊。难看吗？难看啊，你看它黑不黑，花黄不黄呢？咱那四只兔子，我仔细看了，没有一只是纯白色的，都跟它一样。走吧，破案了，行了。他们家蜥蜴呢？嗯？不是说还要喂一只蜥蜴吗？来来，我抱你吧。哎，那个不能踩。行了，这回踏实了，这回算是破案了。这间出租啊，这间是角头间。什么叫角头间呢？就是你看这个院儿明显比那个美国人他们家那个院儿大，但是他这个哦，他没有后院，我那个是前后院，有人想搬过来跟我当邻居嘛，啊，然后边上还是一美国人。哎呀，可怜的小兔子是什么时候？我觉得就是这早上，他在那。那这早上也不可能，我得上网查查。破案了，破案了，这个就是邻居家的兔子干的，但是跟人家兔子没关系。我女儿他们是5月30号放的假，这个美国邻居是6月5号可能回到美国。我想起来了，在他回国之前，这个兔子跑去过他们家。为这个，我还特意把那个门加了铁丝网，因为这个兔子跑出去过两次，一次在下水道里给找到了，另外一次就是邻居给我女儿打电话说你们家兔子跑到我们家了。当时我就觉得特别的不可思议啊！你想，他要出去啊，他要是从这个门出去的，他得绕大半个圈儿，再从他们家那个门跑进去。一开始是以为他是从那个下水道钻上去的，因为这个就是这个后头这个房子就是我邻居家正对的，就是他们家。后来我女儿说不是，说他们家没有这个下水道。说肯定是从门跑，因为第二次是在下水道里找着他的，我就把那个门就加上铁丝网了，这个兔子就没有再出去过，就一直是在院儿。哎，就这么寸啊，就是这么寸。我刚才上网看了一下，这个兔子的这个成熟啊是半年就成熟了，就可以生了。我刚才翻了翻以前的视频，我也没翻着这兔子是什么时候买的。这看这样啊，
来我们家得有半年了。然后这个兔子的这个妊娠期啊，是一个月，这肯定是昨天生的。昨天是十几号，昨天是14号，那你看，你看，那也就是说，它应该是在上个月10号左右怀的孕，这个日子一下都对上了，都破案了。这回知道小兔子他爸爸是谁了吧？我接一电话啊。昨天我这个编手串这个视频，今天你们就应该能看着了啊。这个我都戴了一天了，这个大号的苹果园这个我盘了一天了。就是你新的珠子到手里它是扎手的，就是你感觉它就好像是有尖儿啊有刺儿的，就是你越盘它会越圆会越润啊。你们今天看到视频了，谁要赶紧来拿啊，不接受预定啊，而且你们来每个人只能拿一个啊，总共是6个啊，这显得咱有。另外谁要兔子啊，兔子可以接受预定了。对了，一会儿我还得看看啊，谁是第一个留言发的，我把那天珠送给你，拜拜吧。